喜人歌唱艺术学会登纲。你辛苦了，老师，辛苦了。我学高年级，真的太辛苦了。成功哦，十年这边十二天完了登纲。哦，真正无简单，二十年来吼、哦，要一步一脚印，安尼累一点累，而且是付出的。公益的，所以你念多多感恩支持，来干好，好不好？多多打赏，打赏。嗯、谢谢。今麦吼，今麦要唱，迄、那个恶毒可以笔记吼，较有气魄的吼。啊，迄个甲海波斗，迄、那个精神叫做男船，查甫人的船啦、啊。查甫人的船叫做啥？你听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哦，叫你第一名，恶毒可恶的了吼。我讲吼，咱这个李白吼，李白温先生咧写李白的诗，啊，改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新的书体，啊，恁写个恁拢看无，但是伊咧写啥？海客乘天风，江船远行意，要坐船，要去做远的所在，譬如云中鸟，一去无踪迹。你讲啥？迄李白写讲，啊，有人要坐船去探险吼。就是恶毒可恶的安尼讨海啊，拍拼丰收啊，但是呢，譬如云中鸟飞去啊，唔知明仔载是安那，迄叫做冒险泛滥的精神。咱歌唱艺术学会卯足的精神，掌声鼓励。来，我先来，开始哈，应该个放落去，好不好？要不要？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You may want
迎你们，你的朋友吧。但是啊，老师口罩要戴好哟。谢谢啊，谢谢，有眼不识泰山。哎，大哥，谢谢，感谢你们，我们节目继续进行。哎，介绍来。感谢啊！哦，介绍了啊！我咧唱台语歌听哦。